我超值啊！OK，他已经hold住了，应该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水流。加油！好，他的头型类似有点像天鹅。你现在想象一下，他想在干嘛？在水里头。 项目挺刺激的，当你冲上云霄的那一瞬间，就感觉到你自由，像长了翅膀一样。但是控制好这个水流和水柱还是不容易的。我觉得多练可能就好了，主要是你的身体的平衡感。 完成一个翻转的动作，微笑，嚣张，几秒钟，5秒33，5秒33，太难受了，看来今天我又要有一个带萌了。 他已经掌握到了，我觉得。他有点像钢铁侠了。怎么可以？他有一个大萌的。怎么可以让他当 Iron Man？ 6秒，已经不错了，不错了，6秒很帅的啦。我觉得练习啊和决赛这都很正常，你放松的心态和你紧张的心态必定会有区别。 就觉得自己是钢铁侠，常常幻想自己穿上盔甲之后就可以飞行在空中。Get ready，Get ready。
水上生意镜之后呢 ，Iron Man 这个单元呢，就由我来继续公布答案喽。哎，你们猜猜看，谁是最弱的？谁是最弱的？谁最弱的？哎呦，可是最弱的这个人，我们来个悬念好了。好，两个字。不会吧？好。你名字有几个字？两个字啊。你名字有两个字？那我肯定不是最弱的。哎呦，对，那谁呢？好吧。人呢？哎。哦，这是杨志老师，他是4.85秒，耶！最后一名还有鼓掌吗？鼓掌还有鼓掌吗？好啊，第三名呢，就是5.33秒的陈翔，不错，这个鼓掌。这个项目比较对苛刻一点，就是赢的人只有第一名才有呆萌。赢的时候被苛刻，我们赢的时候都带着你，我特别不明白谁。我也不想玩。揭晓了，裁判，你是不是放？搞不好是你赢啊。第二名呢，谷志新老师6.06秒。好的，悬念已经可以到此为止了，所以第一名呢就是我本人汪东城，耶，7.64秒，我可以获得呆萌了。